慢点，慢点。没事没事，笑死了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因为我其实本身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胆大的人，什么我都怕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会难的是你知道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作为演员，马思纯本人他可能会胆怯的时候，那怎么去挑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。